这个听说是最后一家的，酒吧的不一样，一个人一要往上讲。我感觉这个再带个装饰，感觉啥也没找着。我的配法就是一点不保暖的带。对。哎，他真的过来了。哎，我一直这样叫，后来这几天我就学会了怎么弹琴，不是有点痒吗？应该是绵羊吧，黑色。啊，那就是山羊吧。啊，我的是山羊。嗯，它没有脚啊。还没长出来吗？它为啥这边有点啊？为啥呢？它们就是标记，可能像梅猴的标记不一样。马尔，你看吧，马尔它这里也有，但它也有个章子，就是章在屁股上吗？啊，对对对。你们一会儿就坐车走了，我就骑着马下山了。不可能。对啊，我骑三个小时今天要。足足七点了。我刚刚已经走了一圈了。上班吗？上班了。上班。你是不是休息了？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能发出去吗？嗯，我现在还在楼顶。天哪，你竟然有信号！嗯、好惨啊！下面为什么刚才有啊？低头等一下，我找一个。不、哦，这样才有啊！那我要这样。你仿佛在给谁鞠躬？又没。太可怜了，我为他找一点事。我们是商量好了是吗？啊？这挺适合他的哈，对，适合他这个衣服。没有钥匙。